终于到了，开了4个小时的车。进村喝粥。这个我还吃高标，不喝粥。哎呀！哎呀妈！这凯是哪凯了？找那个 DJ 啊！哎呀！这是哪凯了？武林神车。嗯。来进村喝粥了哦！我先热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！哇，一边啊，你都看到一边是吗？一边是不是？哎呀，肚子饿了，真的。这个是今天打到的鱼。你看，我们3更半夜到访来这里了，哎呦，这么好！等一下啊，看你给你看，嗯，快点，太麻烦你们了。你不要说这种，我们还不是刚刚吃不久呢，没吃久啊？啊，没有，刚刚过来吧，今天在那里等你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有一家喽，啊，这个也是今天弄的，今天弄的，哎呦，我刚才看那个弄了好多鱼，哇塞，如果乐乐在的话，乐乐就哎呦，乐乐想去抓螃蟹，明天我们就去抓螃蟹啊，好不好？嗯，还有。还有这个东西，哎呦，这个，我就说你们是不是看我？你看我们就是奔着这把扣肉来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我阿敏姑辛苦了吧啊？不辛苦，明白的。阿姐还要炒菜吗？不用炒菜了，炒点青菜，炒点青菜。嗯，好的。那坐吧，吃吧啊。这个谢谢奶奶没有？一个大的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安敏姑没有？有个女嘛。谢谢奶奶。好了，我们休息啊，奶奶帮忙。我今天在厨房睡了半个钟头，你人家了。哥哥，你要回去吗？你看你们这些人，真的是。我就不能那碗扣肉来了。我香鹅来了。我用你，我们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这个来。哎呀，这个杯子都是老黑村的哦。定制款的哦，你们。嗯，多吃点啊。又有扣肉，又有鱼，嗯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四个人吃10个菜啊！哈哈哈哈哈。来这里必须要尝一下扣肉。嗯。哎呀，就好啊。我告诉你，还放了他丈母娘做的那个秘制辣椒酱，你不？那么香。香不香了？还不是那么甜。那天他还不好意思说，我还笑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只要几桶油给我都不给，不好意思。本来那天说拉不回来的，想叫你拉的，谁知道又拉得回来了。如果拉不回来的，留到今天。留到今天也不行了，今天只要拉干这也拉不了。又没有地方放哦，哎呀，那还是等下次吧。这个是不是你自己做的？哪一个？这个是吗？哦，没有，这都是买的，我都没种有萝卜。以后搞菜原先了。刚好熊林仔的嘞，有电力耶，有没得接。就是啊，刚撒进去，又说要填泥。从那个船里把那都积得好好的，有电力耶。明年没要种咁多甘蔗啊！明年没种咁多甘蔗。今年没种啦。没事，朱老师他们规划好。现在等下搞好了就可以蒸了，因为等你蒸了哪有羊绒在里面。太好吃了，我要注意到这里。我告诉你，昨天做了12碗，随便吃。打包吧。他给我打包，我注意吃。哎呀，刚才我不应该开门的。得知了要打包。他这个肉选的也好。这个是那个大山哥寄来的那个肉。真的。嗯，是吧？几多看一下，肥瘦的啊，加鲜的那种，多吃点啊。这芋头也好吃，这芋头免费可以打包。为什么叫五花肉呢？五花肉啊，你要吃芋头啊？对啊，啊，那个芋头好吃。五花肉跟你说，分成几层的那种，就是这个芋头也很粉，就那么厚。所以说，我说明年要多种一点。我那里的好小，也可能是太旱了。对呀。我们这边水都泡着的，哎、水都泡着的。他拿根本就搁在里面，水都在旁边。
看到要跑走，要给他扛起来。对呀。啊，鱼你们要来吃吗？我吃饱了。那你们看着我们吃，你们不想吃点吗？不饿，现在不饿。姐们要喂给我，我们来背你们。怕你不好意思吃。我们来背啊！你爬去吧来。慢点。这又没心，那看你人就好，没好意思。但搞得我都没好意思。刚刚去扒我们就，来完廖总，饭了不？廖总还没吃晚饭呢不？哎，跟他们去个，你请咩？那我可能回去吃的油腻多了。那你们先慢慢吃啊。看了我们进村谢谢们，四三四二哥晚上好，感谢。你看两个人又给你们慢慢玩，两个真爱，真爱来了，又相聚了。对，等着你回来，三年的等待，真爱，盼望得到你的爱，真爱呀。这些年我带着你的思念在岁月里风干，三年的等待我真的好孤单，需要多少勇气换你真心，我忘了所有精彩，亲爱的你累了，我们去那边坐吧，我们去这边坐，我们来这边坐一坐，心疼的我们来这边坐吧。来，去那里阿叔坐，给你们泡茶喝啊。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，坐一下，喝一下茶。我们都说我们是真爱了，他们两个真爱，我们就是意外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不要打包的吗？随便。你看，哎呦，好大一个、哦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。对呀、啊，自己中了就好，回去打包啊。嗯，好嘞。你再帮我妈也打包两个。我买个鸡骨啊，这鸡骨骨啊，你看那鸡骨骨啊，这是这是后面走的哪里？走，我们出去哪抓的？去哪抓的啊？去外面街上抓的。看了不？那个我妈妈一碗啊，我妈妈要一碗、哦、是吧？对，妈妈的妈妈要一碗，吃完要打包。妈妈下次来。我们都是做散扣的，等下等梳子头，梳子头，另外一个嘛，一人一碗，另外一个嘛，下次我再回拿饭回。不要这个碗了。干嘛叫几碗哦？这碗怎么是一个哟？真是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后我都不去你们那边，去他们可能澡都没得喝。来，帮我拿一碗给我妈，还有空空那里啊。这碗还是给他妈的。给他妈。这怎么听得这话？昨天那么别扭啊。那么别扭，还有个大袋子。一碗，嗯，再碗，三碗再碗。加一碗。一碗多装两碗。哦，给一碗给阿姑，给一碗的。这个乐乐的。这是我的，这二嫂的，一人一碗。来去了，他怎么分配你也不知道啊。反正我已经说了啊。乐乐，你不抓螃蟹了吗？你妈说她不吃，她要冷。那你多吃点哦。你帮吃就可以了。走了不？我们打包回家了不？啊。扛甘蔗了吗？我去扛甘蔗去。集体吃甘蔗啊！你妈可以自己、啊。甜个出内啊、哦，出内什么感觉呀、啊？真的甜吗？啊？小子是不是甜过出内的甘蔗哦？小子，他的初恋在哪？他的初恋在哪里啊？我想问一下。我的初恋呢、啊？他的初恋在哪里？他说甜过初恋。他的初恋呢、啊？这个还能说？等下晚上回去不会脱衣服啊？一说就来明天。这两个一条裤子都不会说的。一说来明天我。明天睡金大金子。明天我还用来这里上班吗？看了。说干了。这主要还是不提丝啊。嗯。是不是？你这样子讲，这两个不提丝。好甜啊，这个。
好，停啊，停个手电啊，我直接坐到这里来。现在我干什么用了？我都用过嘛。哪里用？你们干用玻璃水瓶嘛？好比玻璃瓶长得好样。外面都没有呢，外面都没人用。今年水少。今年水少啊。好了，我们回家了啊。路上安全啊。好的，拜拜。有空再过来玩啊。等你们。有空我也去。好嘞，上车喽。